它是一个振兴的，好，目标是为了振兴嘛。那振兴的时候，一定是在疫情比较稳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跟那个行政院随时报告疫情的情况，让他们可做一个在振兴券发放的时候的一个参考。二级警戒之后啊，不少的民众七夕会出门活动，出现了群聚现象。那会不会担心说，未来如果五倍券在中秋节上路，可能也会造成更多的民众出门？五倍券要开始发行的时间现在还没有定嘛？现在定了吗？哦，只是约略有一个计划在那时候。那因为它是一个振兴的，哦，目标是为了振兴嘛。那振兴的时候，一定是在疫情比较稳定的时候才开始来振兴，哦，所以在这个实施的一个时程里面，哦，我们可以跟那个行政院随时报告疫情的情况，哦，让他们可做一个在振兴券发放的时候的一个参考。防疫呀，啊！涂了什么口罩布拿下来吃东西？防疫呀，啊！小杂货。不用戴两层口罩啦，两层，怎么还戴着啦？